总伴随咖啡香。身心难聊的海洋气息，请听自然林野里的蛙鸣。美丽的一天从美好开始。随时变身美人鱼。No, baby, don't cry for me. 享受悠闲与自在。醉在一个人的情海，舒适的27度，遇见另一种精彩。悠游时尚之中，走在流行之前，便利触手可及，居家是一种恭维。我正在这个城市生活，细细品味我的人生。最重要的决定，一次最难得的机会，一加一幸福很近，东大轰啦。这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，离海口
渔港离市区都很靠近，那四周是一片农田，以建筑师的角度来看，只要把建筑物当作背景，自然跟人来当主角，那就对了，可以很放松的地方，一个很大的庭院。那如果找到这样子的家的话，你会满足吗？不会啊，开玩笑的啦，我一定会买给你。我去过那么多国家，但是我很羡慕这边的生活，附近有山有海，15分钟之内就能到，非常难得，很棒。我理想中的家就像便利商店一样，出了门买什么都方便。家要有绿色的点缀才会有生命力。我们另外提供了盖了一间树屋，让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可以到那边游玩。就是跟心爱的人永远要待到阵。家哦，能睡觉吃饭的就是家。对我来说，这台车就是我第二个家。好的房子就跟做菜一样，你只要用心就能做出好料理，只要用心就能盖出好房子。好的房子不只要自己喜欢，还要能保存它的价值，才能永续传承。我们设计的一个概念是从魔术师的盒子来做一个设计的发想，我们希望到每一个空间里面它都有全新的设计，以及我们使用者会有全新的生活体验的一个感受。就是当觉得软弱或受到挫折的时候，回到家就可以重新得着力量。品味也很方便。我觉得是从心里的感觉吧，然后你感受到你很快乐。我希望它是在海边，因为在海边的话，我就可以每天带着我最爱的板子去玩我最喜欢的滑水。新竹到处都是我们的回忆，接下来还要在东大吼啦继续我们的故事。一家人团聚的一个家。我想温度的东西是让这个家居住的人有幸福的感觉，利用不同的光线以及不同材质的变化以及空间的交错，达到这个家所居住的需求。我想这是我们室内设计师该有的一个责任与赋予的态度。照明能传递出家的美感，也能散发出家的温暖。对孩子来说，爸爸妈妈就是最温暖的家。生活机能良好、价格合理的房子是我现在努力的目标。值得用一生去努力守护的地方。家是每个人最坚固的靠山，优质的建材、扎实的基地，这才是家的根本。就像做面包一样，少不了扎实的功夫，但更不能缺少的是用心的态度。照顾一个家就像照顾重机一样，我会希望每个细节都是最完美的，我会希望可以更用心去照顾它跟呵护它。Thank you.
的家。